经过上次的失利之后，从失败中吸取了经验，不单上课也要有非常好的自我学习能力。你看看倒地的大堂是谁OK， 而且对面甚至连建议都没有啊，就是没有没有，就是一把没扫出来。对，他可能是直接扫的时候，然后被关键王这边先手压制了，哎，没扫出去。嗯，啊，青石四玉，哎呦，没中，没中，这个青石是加风云命中率的呀，嗯，反而让关键王这边带花的风中了。啊，青石加风云命中率嘛，青石加他的那个是加风云命中率的，女儿村的那个不是提30%速度吗？不是，那个以后还是要加风云命中率啊，我没记错的话是加40%啊，我没记错的话是加40%。宁女儿村，对，还是想拿一术，毕竟是吧，这个团队的女儿可能说属性点上就不会加的这么的高。是的，但观战也有地府啊，会抓是吧？哎，没神。嗯，对面大唐九术只比观战方这边神不灵快。是，哇，好耐啊，避雷宝宝清不掉，清不掉，两边野兽应该是都是补过的啊，但是对面大唐为什么没建议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就也不是说上来就倒，他是第三回合倒的，4-2，第二回合倒的，对，第二回合倒，那第一回合野兽，第二回合就被点倒了呗，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罗汉就第二回合想趁对面就是说没办法横扫的时候，哦不对，速度慢的情况下，先把你血量压到一半以下，你扫不出来。是，对战方光辉也是给化身都直接打上了。嗯，我现在看到，哎，漫天出了，运气很好，刚才吧。嗯，伤害也有所提升，而且阵法也有一把小克，是逆刃也拉起来，这样的话还规避了一回合罗汉。后面可以选择踩塔再规避一回，再神一下。嗯，对面宝宝是神了。宝宝，说实话，我觉得对面宝宝这个血不高，是不是？血不高，防不高，伤害也一般，那是太一般了。我跟你讲，神马。哦，有可能。就以前珍宝阁那些淘汰下来的神马，就是只有神马避雷，反正现在、神马力劈避雷。这个反正就是说这个版本也能用，哎，对啊。而且资质肯定好嘛，对不对？对对对。而且你说跟近台去比属性，那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但是你说对于这些团队而言，那开场一只神马够用，对吧？套神木，但是有罗汉套法系啊。对面也是再打一个光辉，是的，不着急抓速度吗？观战方这边抓女儿速度倒是不着急啊。其实我觉得对面王良补过之后，完全可以把观战方这边的这个大唐速度抓一抓。那女儿的光辉确实是要补，但你刚刚那个化身的光辉吧，我觉得稍许早了点，有可能。看一下对面怎么拉，先出宠吧，讲道理。哎，先这也扫不了呀。对，先出宠。我的意思是先不立盾。嗯，那这回合来说的话，对面最常规的操作，大唐立盾，女儿水清保大唐，对吧？女儿直接给个水清保大唐嘛，然后立个盾嘛。也有可能水清化身，哦，化身没人心，没人心，直接水大唐，啊、不用想。对，人心太低了。三号卡个大金。对，就是不知道他三号的速度怎么样。怒吼是怒吼的，但是就是跟观战方这边死亡宠速度怎么匹配？嗯。控化身不让活血，这是武装啊、哦！武装、不好意思，武装人开化身，对，化身在这里，然后还行吧，算一个哦，放下，果然是前面少了，我们算那个就是他提前少，不让那个什么，不让横扫出来，平爷再找半天没出长白纸，法防没出来，这看三号神不神了，还行，神了一万多血，他这个速度来说应该是近台。嗯，他速度挺快的，那个大宝宝是卡了一大金嘛，而且抗性也不差。嗯，宝宝，你看打过去500多600多，是吧？应该是净台了，应该是净台了。三号千力法防吧，或者安防御也可以。嗯，对面伤势也回起来了，就不是特别怕了。是，看对面能不能扫出第一把来吧。我觉得有盾不可能压他血量吧，不太可能压血量。对，还是继续清他宠吧。平原山再找半天吧。嗯。那都是壁垒互拍的话，也没啥好清其他宠的。哎，会不会直接点啊？
那点谁？只能点女儿，女儿也不太好点。地府，我跟你说，如果关南方这边点地府的话，我大概知道要如果说关南方这边今天没有开直播打的话，我觉得这个国标上出来，我大概知道谁在打了。就看他点不点这首地府。小女儿不让进。封大堂了，封大堂，没中，但没中。对面女儿村确实这封印命中率不是特别高。哎，罗汉起来，稳住了，稳住了。丽塔，没问题，那没还不知道，这把不会点，他这把活血就不会点。光辉也补，对，两个点光辉应该是够了啊，暂时，后面最多再补一个神木。紧挨找半天不来，第一把是第一把吧？应该是第一把，他身上都没剑嘛，就从动画状态。哎，第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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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经脉的那个连破是，其实要保一下三号宝宝的，真要保一下，看能不能保住吧。好像要对不起了。他也没法保，他之前是神过的嘛。对，你说那点血量不可能说去活他。对，也没有其他保的手段。防御拉个防御圈到头了。到头了，打不动，打不动。关南方这边的宝宝这真是打不动，太耐了，太耐了。毕竟还带了个战神。现在就等。等到十回合以后，关南方这边点死对面的大堂，然后拉地梯。现在有罗汉有盾，不能碰啊！不太会，而且这是八回合，你没必要那么打，对吧？虽然说他之前在十回合之前也拉出来过地梯，但是那种错误之前就不能老犯。吸取教训嘛，是吧？对对对对。一把效力。那这样的话对面整体已经没什么罗汉的愤怒了，诸天加掉。关南方这边画上的抗性一定非常高，是你速度位这样对吧？对，来再扫，能再审吗？再审，对面心态爆炸啊，这么轻宝宝对面宝宝有点吃不消，扛不太住。 对根本不用点人，他这样都吃不消。那毕竟观战双输出嘛，对吧？然后一速一封打两封也正常。少了两个宠，但两个单位都有盾有罗汉呀，还是只能继续平砍，要不踩把干将。他可能要继续平砍找半天。要么就是那继续平砍找半天，只能清地府宠了。哎，来了，这个不好。那这个按下去应该要出手了，看杀谁吧。大唐，大唐没宠，我有点怕他会点对面地府。有罗，我有点怕。防御圈，大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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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大唐，最稳的还是大唐。而且没有血宝宝，没有血宝宝卡这个五龙丹，然后青石横扫，对，下回合趁大唐休息可以拉那个了，拉地听了。青银三体倒了呀，倒了。青石横扫确实这技能不太讲道理，对，这个伤害，而且他现在金风还没起来，他金风还没起来也差不多了吧，九回合了。没满吗？只能说 对吧？只能说没满。是。对面其实连扫神关南方这边女儿村宝宝两次挺伤的，挺伤的。本来想断关南方女儿村的节奏的，然后没想到扫神两次，很难。是。那换地听呗，要不要拉出来，给对面秀一下？不着急吧。他这时候趁对面四宝一这个一倒在地上，他不拉，但只能拉一波嘛，拉一只就够。我觉得拉一只中数的，看地府严不严。严的话就必拉了，严的话就得拉嘛，严的话必拉。而且关键是不是想再点一个？好像可以再点一个，他两只配速宠。他对面如果说对战方防御圈一拉，然后盾一起，好像他点不进去啊。他不出地听怎么点？再来吧青石。对，我能想到能点进去的方法就是再来把青石，因为关南方这边没有杀人力劈啊，全是一波壁垒，对不对？是两输出随便来一个青石，其实也就点了。对。不过对面化身寺和女儿村都打过光辉，关南方这边化身寺没有金刚的情况下，好像也还是需要做一点铺垫。是的。但是就是说自己两输出出手是不太有问题的，对，水一下自己大堂，开一下自己神木岭都行。这把其实对单方武装快可以考虑先立个灯。可以，真的不一定要先扫三飘中二，不一定要先封。笑了化身，化身拉金刚不
对，先立个灯是最好的。嗯，他肯定是治疗灯，对吧？因为他觉得关南方这边咒术不多，必上。对对，神木林加咒术不多，笑里藏刀，笑笑琴，笑琴的，笑琴的罗汉没问题，稳住了。这把岩白给了，流云，流云大唐。嗯，主要刚刚吃了两手爪。这宝宝好像掉不了呀，伤害不够。说实话啊，人在国标在这个时候吃爪以后甩把流云出来的人，嗯，不像是关南方主指挥的手笔啊啊！我觉得他打不出这种操作，这样子吗？对，我觉得他打不出来这种操作。这两天疯狂学习了啊，有可能补课了，补课了，课了吗？嗯 ，OK。这把流云大唐很漂亮，说实话很漂亮。丢了个破甲，没有给自己二号宠活血，再开鬼眼，毕竟是两封。清一下化身宠，破甲化身，清化身宠。对面对这个二号有执念啊，那也不看看是谁的宝宝？看了咋了没有？咋地？看了然后呢？对面的宝宝加的还属性还偏耐的，挺耐的。只是我有点担心，十三回合对战方女儿飞了三只虫，嗯，对吧？那关战方这边应该也不会再点过去了，身上有罗汉，对面化身在拉圈防御圈或者立个盾，因为以防关战方这边就像你刚刚聊的那个问题，忽然之间大唐甩个青石，啊，不过有罗汉，他点化身的概率也不大。但罗汉下回合结束了，女儿村拉至地厅怎么办？对，这女儿村这手几率很大，这手地厅。哎，对啊，拉至地厅。对，这手地厅概率很大的。是对面宝宝要乱滑的。我看一下，主要罗汉最后一回合，大唐还几回合啊？我会看不到啊。嗯，看不太到。提前小啊，提前破了。混元闪，起盾活血，找人心的，人心应该五成到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嗯。啊？不是，观战地府这个盾，他在怕什么？操作时间来不及了，明白了不？本来就是啊，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盾嘛？除了操作，那摇个铃铛嘛？也对啊，也对啊，可能啊，铃铛就是说第一页的，为了怕这个操作手找不到东西，第一页放出来的东西就是混元闪、五彩娃娃、苍白纸人，然后其他全都是在下面。那我觉得第一页只要别放缩地尺，别的随便放。这。起个盾，核心法宝，就那三个，五彩娃娃、苍白纸人、混元闪，对不对？最多给你一个塔，到头了，那真到头了，不能再给了，再给可能就需要出错了。刚夸他补的流云，对，我刚夸他补流云补的好，真把流云真补的好。这回又起了个盾，是，那这把地厅，看看是瞄着谁去吧，应该能，要不假的，应该是做到事了。做到四点九，那么只能代表他秒出去了嘛？我现在有点怕什么？怕这把摄魂直接过去了。摄魂化身，他有配速宠，能开？你觉得对面会开是吧？OK， 还行，求稳嘛，问题不大。正面战敌，笛子直接吹。我有点怕摄魂直接过去了，因为就算你刚刚聊那个开了啊，对那方倒了也伤，很伤的。他的人心刚满，也钝了，很稳。但是武装冠也有点挂，怕觉得人拉起来要清这个地厅，出手了，法的吧？应该是法的，法的，也是点尸体秒的，一针一尺啊，不一敌一尺，很均衡，就秒人就没啥花招了，没啥花招。他这个如果是全魔的话，可能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可能要瞄到化身去了。神佑，不过要给神佑，否则不太好出手。是。哦，还有个单法，你多少有点那啥了啊？单法咋了？这不很正常吗？是五技能，五轮，五轮，五轮技能，五轮，那你是有点那啥了。OK， 先出宠，没有问题。好，来看一下，我觉得大唐应该两个血宠应该问题不大。笑里对战帮的金签，那这把还要挂大唐。他如果这么打的话，应该还是要挂大唐。无魂法系，清风望月宝化身的这个活血，人心是满的，
醍醐灌顶过来过去了过去了。那对面大唐其实满血不一定遭得住啊，俩无魂。他对面大唐好像八千血九千血的样子吧？哦，有个大金，有个大金，大死亡中了。我知道，我只是这个大死亡我有点盯了吗？盯了呀，这回合盯的呀。我说哦，防了是吧？哦哦哦，我要你的大死亡盯过去没有？哎呀，风卷了。两无魂扛住压力出手还带走一个宝宝，说实话啊、哦、真的观战方这把神木林顶住压力的。那女儿在哪里还有吗？有哦，有是吧、哦、有也不看看是谁的号，有有就行，有就行，再拿自己听出来，这没什么好说的呀。嗯， B 对单方换洋户，一个洋户不够呀，对单方换两洋户才行，这确实得两洋户，不然他两洋户的话他两洋户下回合可以拉，这回拉不了。他可以到时候拉那种四星养护或者引攻养护嘛，就如果有的话啊，养护了，我觉得应该是引攻养护，现在养护基本上都是这个引攻，对引攻，但你说这造型我血不高，他目前来看我们看到最高的血的宝宝对面啊，就是那个镜台对吧，一万，就那个三号宠，对刚拉出来三号善恶嘛，善恶血不高也正常，正常，还挺耐。哇，现在两边的宝宝，说实话，对面清官方这边宝宝有点吃力，有点压力的。他只能靠大唐的那个横扫。看官方这边贪不贪，贪的话继续平也找半天。嗯。官方这边这个二号宠不知道怎么说。对。有没有说法？对面毕竟这是大唐倒地嘛。对。大唐倒地的话不管怎么样都得来验一验，而且这个地府确实是一个没盾的状态，求稳就是先把三号宠清掉，打得激进一点就是小死亡挂过去笛子加上，但你十六回合毕竟刚刷的零元啊，要这么着急用掉嘛。风大唐没中啊，观战方这边踩塔了，地府也起盾，四个盾全部立起来，缠珠也把宝宝血量往上一抬，爆了，行哎，没来，没来算好消息。对战方下回合，下回合拉。嗯，这善恶速度还挺快。对。哦，人师宠妃。是。礼仪大堂起来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这大堂建议算是被锁死了呀。那锁的明明白白的，还是个龟速养护。对。那其实那把防御其实已经到位了，两个无魂加防御没问题，是没问题了已经。对，但是确实那两无魂风卷出去了，不怪他，不怪他，真不怪。女儿村可以再控制，是的，控武装冠可点呀、啊。这女儿村的三飘你没道理拿宝宝五龙丹开一个吧？立盾扔无魂嘛，对吧？对面控武装就直接发温夹，观战方法系嘛。嗯，五彩娃娃了，没盾了，无盾可起。立塔，对面花生怎么说？破甲地府，地府是指人的。这回合罗汉，哎、哦、呦，这两把罗汉接的，笑的武装怪。笑错了，提前笑的，想平 A 再找半天，他以为是洋货没有啊，他以为是那个就是。高连的那种引攻宠不是，那上把不是卡大金了吗？啊，对。不过四号这个血量有点高的，对面四号，那都归宿了，血再不高就不合理了。是，他对面这个时候就需要扛着宝宝，把这九回合扛过去。是，来看一下对战方，应该是四号拉吧。讲道理啊，也不敢，观战方这边鬼眼在，两个鬼眼在。是的，你万一把那四号一清，两个一起拉嘛。是。二十或者来找两个宝宝一起拉吧，找两个宝宝一起拉。对，接待方打的压力很大，是运气也不好，然后这个被观战方这边压制的也挺惨，就看这把罗汉过后吧。主要是对面对观战没威胁，哇，这个青石，你觉得对面化成无资金是啊，那个什么了，那个摄魂了，但是。我现在就怕这个无魂会中，有没有水清？翻天印没给水，不是啊，这一把大唐被封中了啊，没给水清啊，摄魂了，青石肯定只有横扫一个技能吧？是啊，
没出手嘛，没保青石出手，不算，对观战方这边来说不算亏，不算亏，不算，因为大唐没踩自行车。嗯，拿起来，后续开了继续点，宝宝还神，这是谁的宝宝呀？这么能神，开掉武装，对对。对面才两层剑意，20回合，他还有一把碧莲破。对，这个说实话少了点，少了点。那这把开了，好像鼎鼎大唐你也无解呀。对，你再按手防御吗？为何只能这么玩？对面女儿村封印观战方这边的女儿村，然后大唐按防御。啊，封法系吧？啊，封法系，说错。封观战方这边的神木林。啊，一个封法，一个封地府。对。就是小鼠王爷降伤的不让你啊，不减抗性的不让你挂出来，嗯，然后再把你神木给摁进去。四宝一这种来说的话，在魔方面来说的话也 OK 的。哎，一个七宝解了两个，嗯，女儿怎么说？头上没花，岁月强控观战方这边的地府，带花必中吧？这个讲道理，这个中了，中了，嗯。哎，很细节，怕观战方这边的水清是。很细节，那鹈鹕咋办？刘云，金刚，那反正没人保地府出手了。这一把如果对面打，哎呦，还出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明光，钉吗？没钉，没有，他都活了，他想扫的。贴了的话，纸人能立出来吗？没有，他扫了。你这个这么说实话，这把很扫，我就有点没看懂了。确实不敢扫，因为这回和观战方这边大唐有很明显，就是你既然双封观战方这边的地府了，对吧？说明你是能算到，或者说能猜到观战方这边的这个要扫的，想点的意图。对对，你为什么要去横扫了？立个盾啊，这把立盾的话其实就很舒服了。嗯，那反正这把你罚站一把，下一回合你也很难扫，要不武装拉起来活血扫，武装拉起来活血扫好像没问题。是。除非观战方这边学对面一手碎玉化身，笑的地府化身没怒，地府没怒，圈观战神木林，对面这回合没罗，果然是拉起来活血要扫一手了。再抓观战方这边也是一个一尾渡江，开扫第三层剑意要出现了，扫谁？不出现，你刚说什么？不是，我觉得对面有一点这个难受，该扫的时候他按了把纸人，该按纸人的时候按把横扫，嗯，难受。三个孩子能不能自立自更生一下，稳住了。观战方这边你觉得他能打出自火如意的操作吗？不太自火，你感觉打不出来？他得控制，嗯，对吧？他得控制。那孩子和大唐你只能保一个吧？我保孩子呀。大唐不要了，不要了。大唐有盾，观战方这边不一定要点的，真的。又关我保孩子，观战方又不知道我要保孩子，对不对？嗯。我孩子按把防御，直接就那个什么呀？大唐这对对方大唐魔镜这个时候不用加的。对啊，扫宠加什么魔镜？对啊，三号就是说白了拉出来就是当个沙包嘛。是，但他这三号宠其实受针对还蛮多的。完了。完了！这把该鹈鹕大唐了吧？完了！生命之泉，对面一个动不了，一个控制没给。水晶大唐一样的啊，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只能看什么，你知道吧？只能听天由命，看这把小鼠王能不能硬挂上了。对，说活孩子是对的，还让孩子按防御，保护没了，无所谓的。我没办法，小鼠王中了就给你是吧？给了，这没办法。那青石出了，对吧？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没空切了，完了，七杀还来了一层，找谁说理去？宝宝，没连还行，没连，那又开始拖呗。那吃两盐啊，关键是。但能怎么办呢？对面还不敢轻易的去玩力尽，不敢轻易玩的，这力尽玩不好，可能要把自己玩脱。因为药跟宝宝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他除了地府的宝宝跟化身宝宝要多一点点以外，压力的哦，武装宝宝也是七个，他女儿跟大唐的宠也有点难受的。
但确实观战方这边的速度是就是说支持玩逆境的，对战方这个速度，对衔接的其实还蛮好的，套了，中了。但其实这种套中啊，也变相的让观战方这边神木林下一回合随意的出手啊。嗯，观战方这边我觉得适当的给个黑玉，没有太必要省，都你都打到这儿了，又是这么大了，黑玉给一个吧。五神坛的药啊，不是群雄的药。哎，你什么意思？哎，没神、嗯，他对面女儿可以拉鬼魂了，我觉得可以拉这种血的鬼魂，就血奈啊，这种鬼魂、鬼魂种，鬼魂种、实在不行扔个先祖孩子立出来吧，也可以。血天气延了一手了，这回合要接着延，还是我觉得就继续延换地听就好了。他如果点也可以。直接小死亡挂对对方女儿村，观战方要点就点女儿嘛。对，嗯、点女儿挂观战方女儿村，把对战方的那个武装罐碎玉了。嗯，点女儿不影响下回合双岩，不影响。但如果说你没挂中，或者就是说没点死的话，会让观战方这边地府很难受。如果这回合演不出去，就是如果他下一步没点死的话，那节奏就断了，封武装罐了。没中，没中，混元伞怕了。也知道不能让他找机会，对面罗汉，那好像这个又挺住了呀，人砍顶住了呀，顶住了，顶住压力了，顶住压力，无魂，无魂，两无魂，骗自行车了，骗自行车了，扫地府，我知道这个人是我知道观战方这边是谁了，我已经知道了，喜欢点地府是吧？对，全武神坛的指挥就那么一个，就真就他，就那么一个，就他。就他喜欢点地府，哎，没蓝了，啥没蓝了？那个宝宝平 A 了一下，嗯、太细节了吧，拍倒了，其实也挺伤的，愤怒清了，愤怒清过。不过好消息什么？第一是骗了个自行车出来，嗯，第二是来说的话，这个对面的这个脚下也罗汉了，未来的三回合是问题不大了，是，就是这个地厅不敢随便拉了，是。对面女儿村也可以甩针了，但三点针舍不舍得？舍得，直接给。那好像对面大堂还有两回合就起来了呀？哎，是。哎，这个时候武装风云命中率起来了。雪天气加这个大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把流云对吧？提前加的重要性呢？嗯。所以真的这黑玉啊，要不给大唐吃一个吧。哦，来了来了，吃了，还是知道吃的。OK， 确实立盾吧，先立盾，没什么花招、嗯、有盾吗？他好像对面地府有点喜欢立盾啊，还行，有盾就行。那对面女儿出宠啊，立就感觉对面的盾老在起，对，没怎么断过，没怎么断过。他本来这个阵容一旦就是大唐没速度就被压。哎，我们可以看一个问题，对面大唐现在全场八速了，是，但是观战方这边这黑玉下去，等到对面起来之后也不好说。那你管不管对面地府？你就一个风，嗯，你不管，你要管地府的话，对面地府要抓，对，继续抓就行了。对面地府一直就是说，一抓的很厉害，他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地府什么老是毒什么的，确实没意义，没怎么操作出来。嗯，还是有想法的，对，拉孩子出来已经有点宝宝上面压力挺大了，黄泉之息在抓，嗯。那这个宝宝大概率又是个假无常，好像刚刚那回点地府完全就没事了呀。哎，是，哎，防御都还没，看不到防御。战神宝典早了点吧，三点零元。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早了那么一点点。踩塔好像也行，对吧？对对。但可能想推比赛了，觉得优势足够大。他的优势主要是建立在对面的宝宝跟对面大唐的剑意身上。大唐剑意两层啊，那不就那也叫剑意啊，对吧？二十回合看他是两层啊，快三十回合了还是两层。起来先立盾吧，这个没什么问题。三号宝宝按防御，起来先立盾。观战地府有针，要不先别立盾吧？要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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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要立要立，一定要立。你最近看比赛，难道顶针挂？这顶针挂、啊，这几率难道低了吗？也不低吧。那毕竟。这地府抓了这么久了，确实对面大唐一直倒地，对战方地府也是帮助团队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啊，就这个物理速度是。但是两边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对面大唐还倒在地上，
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判断。对面地府打的 OK 的，真的，因为他如果大唐有速度的话，打起来会要舒服很多的。嗯，已经能拉了，谁拉？假无常孩子拉呗。这个应该不是破血四号宝宝的吧？应该是破血队长的吧？就是姓四的，他觉得四号假无常是，嗯，结果四号是个快的，对，但没拿四号拉，四号用了一手仙人指路，一号拉的。一号拉，而且是被玉的，哎，对面有可能全是被玉九转，你信不信？那你对吧？确实呀，那打本来是想打咒师谱的来的，对，谁能想到是吧？剑湖能上国标呀？是，那说出去也不信啊。是啊，昨天晚上一看对阵，大家都说再睡会儿，再睡会儿。为什么？啊？为什么再睡会儿？能多打会儿吗？对吧？十一点钟这对阵一切，醒醒醒醒，上国标了。哦，明白了，上国标了。嗯，这说实话，他打国标确实少见啊，少见少见。金青他不能打一天国标吧？不好说，不好说，真不好说。黄泉之息在抓，嗯，那这个速度是扎扎实实的了。对，嗯，除非观战方这边地府反转过去。其实这样来说，对面的剑意就起得快了，就起得很快，没挂中，而且没挂中就起得很快了，还是针对这边的女儿村的宝宝，是两刀带走。对，能连吗？没连。这把说实话，观战方这边小亏了。嗯，毕竟是有花护嘛。对，嗯，而且法系也没出手，那点不倒，点不倒。三层了，是三层了，笑啥？确实三层的嘛，对吧？确实，关南方地府也不抓，你知道吗？嗯，那倒在地上怎么抓嘛，对吧？这一直倒在地上，关南方这边就发挥的空间也有限。但这把来侵蚀了，没花护了，女儿村直接选择拉宠，关南方这边宝宝开了，可以直接点，这都套地府，林志。要给，我觉得这回合不好说点没点，咱也看不出来。不过地府被挂中了，他套中了，开始拼物理速度了。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嗯，五号没开，这侵蚀不是白出了？地府开的被套了，我让你点血怎么了？那应该是地府开的，讲道理，只能地府开吧？地府开的，应该是地府开的。这地府被套了，我的天哪，这很难受。侵蚀白暗了，是。现在的侵蚀大家也知道，这个血掉的吧，又多，也狠的，说实话。嗯，首先观战方这边神木林自己扣一些血，对。然后侵蚀没出去呢，对面又少扣一些血，对。一来一回，对面赚三万。你真是个小天才。我在想，侵蚀这么发展下去啊，嗯，年底的时候不会满血侵蚀一放，惨了吧？163出来了，侵蚀好像按下去，我没见过出163，我也没见过，结果侵蚀一按163出来了，对吧？伤害最大化是吧？对对对对，苍白子，嗯，观战金青应该是要点的啊，化身可以拉金刚，但没有侵蚀不好说，九番青莲也有。点大唐拉，看雪天气的命中率了。物理系是没有速度的，但上一回合因为丢过一手凝滞，觉得自己有挂中，中了血天气，那扫先自己掉一眼，有问题，神了，有问题，扫掉能连破吗？哎呦，没连破，我觉得连不连破都倒了呀，一样的。双降抗性啊，不好说。如果连破的话，哦，就是说那个圈没了是吧？对，踩自行车的圈没了，抗性高一点是吧？对对。可能会这样，我们只说可能啊。那至少来说，这一次爬起来至少少两回合嘛。他主要是，而且有一个好消息，对待方是什么？就是说我人倒了，就像你刚刚聊那个问题，嗯，没法抓我了，是不是？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无限抓你，是无限抓。对，但观战地府两点无压力岩，这回合岩加地听嘛，对啊。对，对面没那个什么，对面没针。不让你丢清星咒，要丢无魂，不必丢，必丢，必丢，没给清星咒，没给，嗯，直接哦，对，直接自信，直接破甲，两无魂，过去吗？
哦，延出来，那好像有点伤了。对，你是有物理速度了，但现在已经三十多回合了呀。是，关键地府两点零元无压力延，这个对于对战方而言还是蛮伤的。能不能滑到？不滑，哦、打三号了，打三号。滑了哦，再滑，再滑，再滑，但是没滑到。对，来看一下对面怎么来这个应对地厅。对，就是地厅。这只说不定他真全魔血抗风了。是。我觉得不抗风也鹈鹕保一下水清保一下之类的。对，而且你大唐还有个剑，对面女儿村要不把地府蒸了吧，可蒸，虽然说没有办法让观战方这边地府不严对面的大唐，但是这个蒸是为了防止这一回合的厄运呀，可蒸，蒸了吧，要不玩狠一点，烟雨剑法，紫火如意加烟雨剑法，观战有什么办法吗？不用了，已经出手了，说明紫火如意加烟雨剑法没用、啊、卡了一会儿啊。嗯，你看看，这要是紫火如意加烟雨剑法啊，中了，不是，但我觉得会保啊，我觉得会保啊，因为卡的时间有点长是吧，我觉得是会保的。有金青吗？花生鹈鹕。嗯、那为什么卡这么长呢？地府吗？挂化身。这回合可能有一点点的唐突。对，我是觉得你点化身可以这样：鹈鹕地厅，然后大唐交剑。哦，爆了，没事，那没事。嗯，那地厅也被清了呀。对，鹈鹕别给那个什么。你都点化身了，你交剑呀！我看卡了这么久，我以为地厅出手了呢。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这个大唐出青石了，那你横扫没问题。你点化身用横扫加抽，太敢了吧？那这一回合对面直接缓住啊！对面有一点不相信人了，说了全部血抗风啊，他为什么要风呢？对吧，那就是不相信啊对啊，所以我说观战方有点对面有点不相信人了，嗯，是吧，再抓观战拉金刚给宝宝，这牌宝宝的伤害全靠金刚体，是，对，抗性又好，血又多，对，再严一点，也没有继续拉地厅了，没有拉了，没有，没了吧，拉了两只了，够了吧，别的单位有啊，对啊，女儿村不敢拉呀、嗯，还是继续在滑，还是在滑，他还是在滑的。是。那现在不好点了。是不好点了。刚刚你说如果鹈鹕地厅交剑，但是他又不敢保证地府小死亡的命中率，因为他把剑扔了的话，相当于把双王扔出去，对不对？对，就四十八回合之前，他没有给对面太大的威胁了。对，但小死亡只要中了，其实这 PK 啊，感觉就拿下了。他这个三回合，这个那个什么罗汉一出来，未来的两回合，其实对面又稳住了。是啊，大唐可以起来了就。对，只不过说确实这个建议，哎，不一定，应该不会摄魂吧。连步、啊、控地府、啊、对面怼着地府追追着，但地府摄魂咋办？地府摄魂怎么办？人开大死亡地府，那地府被封了，尴尬。能不能少加一层七杀？好像可以。哇，这暴击！这没办法，硬抬是吧？对，还行，有罗汉。拉起来吧，拉起来，再立个盾，神了。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有盾有罗汉的化身四，身上的小死亡大概率确实是不太会去解的。嗯、我以为摄魂过去了。他觉得有盾，那个有罗汉，如果没罗汉的话，可能你说的过去了。主要有罗汉，他觉得过去不死、啊。那摄魂加侵蚀很少，再加一把抽。你看，那就是对这个伤害计算没不自信吧？笑对战方笑什么？笑水清吗？没有金青啊！女孩村对面是没有金青的。
清风望月宝化身活血。三号拉直接活满，速度看得还是很到位的。是立盾呗，先立盾。对面的地府就是立好盾以后开爪。可惜他不是一个国标。对，可惜他是个三刀大唐。其实他三刀大唐这个速度拿到，说实话，对于观战方这边是有很大的隐患的。也没太大隐患，现在看起来，因为现在来说，他是观战方优势局嘛，对吧？看着来说的话，可能就还好。他建议实在是太少了，是建议是少，不好往下推进。关键地府零元倒是研完了，是没有说那种两三波地亭可以一块出的那种画面。他零元研完了一个好处是，就到了什么五十多回合的时候，不应该说快结束的前十分钟，他不能说直接就开始，他得打到对面剩一点点，对吧？零元的时候他敢直接小死亡。如果零元一直攒着的话，五十六回合以后就直接可以开了，是开顶。但观战我觉得没必要攒七剑吧，其实中间有很多好机会可以三剑交的，还是求稳吧。对，他还求稳。五彩娃娃也是怕，说实话，防得很好。这速度圈对于这大唐啊，其实作用已经不大了。不大了，他主要是被抓太多了。抓太多了。对面下回合要保三号了，其实我觉得对面三号直接可以按防御的，真可以按。这么其实平大家都这么和平扒下去啊，对观战方这边是其实是不好的。看会不会对战方三号直接拉，然后化身给活血，还是说三号按防御化身活血给这个三号，由龟宝宝一号或者二号拉。我觉得三号拉人药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两个吧，两个拉过一次大唐，拉过一次地府嘛。对啊，两个呀，对吧？你最多带四个，四个，最多四个，对，四个到头了。那再拉的话就只剩一个了。对，大唐确实是有空间带的，他最多两组毛嘛，也没别的额外的东西带了。三号圈下去直接喝酒。哎，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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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解，他怕这样拉。风林火山了，毛了，对面一定毛了，毛了金青，保什么呢？保活血，保扫嘛。再来个花护，你不敢点。一号拉的，一号也是来用了两个。一号也拉很多了，两确实。两，我记得反正两个了，都是拉的大唐一号。对。风林火山这个。比较明显，就喝酒下去，确实这一手风铃火山应该是知道了。对，然后，但是他这一手会存在一个什么隐患呢？对面金七影和观战方女儿村可能直接给对战方化身扔无魂，我不信对战方化身比观战方女儿村速度快。但是就这样的，就说无魂扔过去，他也有花护，你不敢挂吗？对。对对，主要你这把如果说活不出来的话，大唐扫不出手的。对面大唐我们看一下，稳一点的话立个盾吧，真的，大唐起个纸人吧，稳一点的话，还是观战方，还是观战方快，还是观战方女儿村快，风，对啊，是不是？还是观战方女儿村快，罗汉，啊，喝酒了吧？无魂。没出双无魂哦，疯了，没有，地府没有他快，对，连吗？没连。观战直接换了个孩子加魔镜了。一号其实已经到位了，而且地府的宝宝的压力不大的，首发宠材掉。蔚蓝要喂上这地涌金莲，但确实这孩子在场上也蛮尴尬的，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只能稍微地涌金莲加加血。对上大唐头顶无魂，四层剑意，三十九回合了，很难扫出自己的第五把。现在的话物理速度又来到了观战方这边，大唐这边确实刚刚的黑玉包括脚底下这个速度圈的话是帮助观战方这边大唐拿到了自己的物理速度，女儿村也依然掌控场上的医术。
七宝没解掉，连布控的是女儿村，对面死命套地府，但是有鬼眼没套中，拉地厅压观战房这边大堂准备。黄泉之息反抓一手，这一回合来看一下两边的速度。观战房这边发现自己的更快，无魂再中，但是来了板半天。但是对于对战方而言，明显这个建议层数啊，可能说更为重要一些。群秒没秒到，对战方也知道了这个地厅，我的地府化身都可以加上笛子，但地府一般不加。地涌精灵封天记，对战方地厅速度不会特别的快。这个地厅应该是想压一下观战方这边大堂，配合大堂一把三扫，但伤害够不够啊，或者说能不能让他顺利出手，是个很大的问题。卡了一会儿，卡了一会儿的话，就代表这个地厅啊，应该是能够秒出来。瞄着观战方这边大堂来，看一下观战方这边怎么保吧。是针对面地府呢，三点零元可能有点舍不得，要不利用自己这边的水清来保一下碎玉地府啊、哦，那也是差不多的效果啊，就是说不让对面挂，但武装冠可能说帮忙开，觉得对面武装冠加真阳，三点零元单位带上，观战方这边直接渡劫。一手破甲术交给观战方这边大堂，但是上一回合已经知道了是观战方这边大堂物理速度更快一些，地府选择爪一手，对面关照万象出来了，有渡劫在，而且没有地府的小死亡，即使倒了的话也不算特别亏，但是化身寺的法防不算特别高。大堂应该是要交了，渡劫没有渡住大堂，而且化身寺也处于一个残血状态，扫的话得亏没有扫到化身，三刀扫到观战方这边地府，一手群秒带走对面地厅。那对战方地厅的话，其实虽然说收获了大堂的倒地，但是也没有说把观战方这边大堂给挂死，观战方这边不伤，而且即使挂中挂死了的话，观战方这边女儿村也是存在于这个针对面地府不让对面地府延的操作的，没控中，对面控观战方这边地府，防止观战方这边拉起大堂，直接一手反剑剑对面的这个单位，大金再卡，有二号位置假无常可以拉，就没有太大的压力。他这一手把地府封中了还可以，嗯，王良没出来。假无常直接拉吧，哦，有用药拉，药也多，没吃反正、哎、来吧，漫天，很舒服，伤害拉满。但是观战方这边下一回是化身的出手，谁来保证？那就是封武装，不让你武装冠套。化身四，你女儿村要是封中我化身四，我认了。对，他女观战方女儿封武装的概率是要大一点。是带花嘛，对吧？带花封武装。虽然说武装没有宠啊，但是要保这个活血的。对面玩狠一点，女儿村哦，水清宝，水清宝。对啊，哎，不好说。有花护，花护与自金的对抗，没中护住啦。花护赢，小死亡怎么说？谁解？金刚护体再拉上，他是干嘛的？不知道干嘛、哎，反正无魂了。啊，哎，我觉得对面二号宝宝应该是清宠的，不像是小死亡来压观战方这边大堂的。这样子吗？哦，先指路开。那地府是干嘛了？摇一号，踩塔也行嘛，反正法宝栏里面乱找嘛，别把盾找出来就行。不、啊，你什么意思？别把盾，不是前面不也能找出一把盾吗？嗯、啊。对面拉出新宝宝过后，也是拿到了场上的物理速度，这一点对战方也是非常清楚。
面对到对战方谛听，可能啊，可能还是要扫观战方这边大堂了。观战大堂稍微得小心一点，毕竟这个新宝宝出来，稍微得防一防。卡了挺久的，谛听应该是出手了。观战方这边大堂，上一次是通过碎玉地府来规避了这波点杀，那这一次呢？这谛听，我不敢，因为卡的久，也有可能没出手，我不敢说这个二号宝宝出没出手。那应该是出手了，这次卡的久很多，上一次久但没那么久。你觉得这个大堂能出手吗？不好说，就倒肯定是倒了，肯定是点拉起来扫嘛。对，肯定是点拉起来扫嘛，但要是被挂中了就没办法了。流转起来是可以直接开扫的，活血活满，哎，没加敌啊，那不好说啊。就挂宝宝嘛，看地府挂了，他能出手吗？能。你确定？对面没压，肯定没压，肯定没压。扫孩子，他想把魔晶姬八仙给扫掉。这个是假无常。啊，假无常啊，假无常。Okay，没管，他是没管。嗯，这空切了，这法系中了没用的。必须空切，必须空切。八千第三刀，必须空切。大唐这侵蚀啊，确实该他抢。那谁让你们老四条蛇、五条蛇的来呢，对吧？哎，吴宝林，说实话，他能不能扫进去就不好说了呀。那侵蚀照扫吧，可后期要好一点。侵蚀我觉得这不看的。除了化身以外是吧？两万血的化身以外，两万血带163的化身，嗯，对，对吧？不太好管，不太好管。但是你这种就正常一点的单位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观战方这边，如假设啊，观战方这边的这个谛听如果少的话，我觉得对面是能打到12:30的。嗯，观战直接不争也，因为觉得3.0元舍不得。拉了只宝宝，对面反拉一只谛听，对面武装官宝宝很多很多。嗯，这已经第三只谛听了，武装官的个人第三只。炼气化神，他们其实观战方这边打的话，说实话，谛听如果说后面不那个什么一点的话，真不好打，就推不下来，感觉推不下来，推不下来，推不下来的，有侵蚀也推不下来。但他们现在这谛听储备量其实还行，那观战方吗？嗯，其实还行。观战方谛听数量是有的，全队有六个吗？不止，不止，嗯，不止。我们已经看到两个还是三个了？女儿都两个啊，女儿两个，其他单位也就拉两个出来，就他女儿拉两个嘛，后面没看到了。其他单位有，有，我觉得化身应该两个应该不差，嗯，对吧？化身怎么地都得有两个。但是就最近看他们直播的时候啊，嗯，有一句经典台词，怎么说？就某个单位拉了个谛听出来，嗯，然后问他，嗯，你这个谛听快的还是慢的？嗯，回答假的。我听过这个笑话，我当时没绷住，我看了这个笑话，造型对就行是吧？嗯，主要是吓人用，就拉出来掉血就行，还你一个，怎么说？我还你一个，嗯，对面也没加。至少女儿没加，完了，清风望月封了个寂寞，但是谁加化身？化身加了，弟弟，有机会的。如果速度快，真有机会，因为没给尺子啊，有机会，真有机会。还给了个魔镜，断线木偶，攻的，不，他加的那个三号，哦，法的，那好像倒了，那真地府吧，嗯，真地府吧，这不能让对面赢的。5200还是孩子，这个谛听赚了呀，赚麻了，大赚大赚。哎，三号是神了还是神了？应该是神了。哎，观战方这边法防不高的，他上这套这种法防好像化身不高，化身不高，他女儿也不高。哇，这个断线木偶慢了，慢了。女儿其实还行，他刚刚女儿被秒了2000多，我觉得像中速谛听能秒女儿2000多，其实不算高。嗯，他说你说全魔谛听一敌秒2000多，我觉得能接受。是，就没翡翠衣服嘛，后排六法防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属性。光芒衣服，真没操作空间，这个是没操作空间的。
拿起来活血，狙很少，大唐都倒，倒啊！这么少等什么？继续扫二号，对吧？没必要盾了，没必要盾了，大唐都倒了，有什么好盾？二号虫就是你，就是你，你能神吗？没有神出来，鬼的。连啊！全场第46回合，对来对战方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七把建议。建议，哇，这观战方女儿村三只哦，他拉两只地听，对吧？嗯。那对面先出宠还是先横扫？观战大堂是不是下把起、啊？下把起的话，要不先出宠？对，先出宠好一点，对吧？他这个时候出宠，他孩子是走了的。那应该其实四只宝宝，你说打剩下来的回合够了呀？他四只宝宝里面应该能憋出一只血宠来，因为物理来说，身上应该是两只十法的那种血宠。要不拉只地听出来吧？拉要就是让猜观战方这边哪个单位拉嘛？猜拉的单位就三只宠。好像你说对了，他封神木有可能的，他封神木真有可能拉地听，地不毒了，没地方抓了，没地方抓了，没地方，我不能给你加个王。对对对对，观战这王良还加吗？还是觉得伤害够了？啊，抓一手，不加了，这王良不要了，觉得伤害够了，拉地听没问题，他封神木应该就是拉地听了，是。反正我笛子加了，然后就猜嘛。二号有问题，二号也有问题。能滑到吗？一号动了没有？观察吧，没动，但没滑到。吸了，但是你不好拉呀。不好拉，除非观察方女儿村人拉，因为没除了女儿以外，观察方没有任何单位比自己的花生师速度快。那人拉活，其实感觉也就这样。对，那你完全就放。怎么面对地听呢？对对对。你好像不能人拉货，你得拍尺。是的。那你这三个宝宝就至少被刮走一个吧，我觉得。对。你不能全吸了吧，全神了吧。突然感觉啊，他们那种就是那个20技能泪妖打四吸壁垒那个还挺好用。是的，面对地听可以吸一吸。混元伞还是防了一手，没问题的。防地府的王良跟爪，但对战方也没加灵元，他应该是化身一敌到头了。哇，挂神木啦，因为没有血宝宝啊。是没血宝宝，但是你攻地听吗？法地听伤害够吗？你只有三刀，哇，这神木这么脆。如果是11层建议是绝对够啊，那是，对吧？如果是11层建议是绝对够。你没加呀？没加不好输，这个血量不好输。雷火两个，土水没出，土啊，愤怒空了，愤怒干了，163没出。这小鼠王挂中好像真倒了，顶着针嘛，对吧？不中也正常，不中正常，拉起来只能出宠啊，反出一只。但确实，对面大唐顶着摄魂扫观战方这边神木林3000开，大唐到后面真的看不懂伤害，你知道吗？因为他雨天解加伤害，加很少伤害嘛，然后风天解 加有王良，有这个漫天，有金刚，有魔镜，有这个金风，是各种都是加伤害的。大唐这门派确实只要站着，你点人没什么压力，就后期伤害是够的。他后期伤害够，他的缺点唯一就是进攻的节奏不连续，会断，然后站不住，主要是。对。侵蚀一下，侵蚀没观战女儿快吗？有吧，他只是，你忘了哦，他只是那个没有，没有观战女儿快。观战女儿先喝的酒，天地同色，保小鼠王不中，而且再封地听，再来个罗汉稳住对战方。忽然之间，我感觉金星男没给，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他这个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不人开啊、哦、有金青哦，在这儿呢，平 A 清掉，但这地亭已经出过手了呀，还好吧，烟雨剑法不保护吧，不保护点地亭去的好像啊，没力劈劈1600，开玩笑的，大家 聊我是觉得就亲个孩子是不是好点，你没道理呀、啊、就硬秀，我是工地厅，我必须得瞄着有目标的地方，打得死吗？打不死啊，打不死，有壁垒吗？没了、嗯、我是真觉得就你秒个孩子会不会好点、啊、哦呦，这个封建穿云放了一个寂寞，还是哎，还是那个的封建穿云，而且哎，他对面大唐拿了宿主以后，这把天地同寿关丹方这边有点难受的，是管不了，管不了，对面这个建议我觉得在65回合之前有机会到11层确实，那你说的一点毛病没有，还你一个，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性过来了，因为花生只能保一个点啊，中了、嗯、但是说实话点不点的死啊、嗯、给过吗？给过了，那还好，大唐给过，活血我满只有3刀呀，只有3刀，有而且有贴你知道吗，关键是有贴，是呀，这很难吧，很难，剑也不行，反正剑也不可能甩的，对，3700伤害4高，第三家贴了不可能的，打不动，只能说不让观战扫、啊、三把了，观战方3把半天了，反正有没有，确实这孩子有反正，就打50坦的孩子有反正也挺少的，对，A 掉，观战方这边也是继续给化身卡蓝，大唐暂时速度有一定的劣势，对面毕竟领先一个速度圈，观战方这边还是水清花护，对战方也是一把金青花护，观战方这边大唐毕竟是能扫的一个状态，是的，对战方继续给大唐套上天地，拉起了一只地厅，活血选择活神木，还是要青宠，行动失败，没有抓到，大唐补宝宝了，我也要补神马。我觉得有4轮工地厅的大唐，应该就是全牌马，全牌黑马应该是没问题，没问题。嗯，现在毕竟来说的话，这个神马的普及量还挺高的，对，挺高的了。你只要不是那种就是纯壁垒近台马，哦，那可能有点难，那有点难，有点难，对吧？对。但是你说你那个壁垒力劈神马，或者说纯壁垒神马，那还是比较简单的。是的，相对于近海马比较简单，嗯，对吧？那对战方地厅再出现，观战方这边得亏就是说，大唐的这个小死亡啊，是之前挂的，对，无所谓的，因为马上也就开了，也就吸了啊，也就吸了。那对面要不要逆向思维？干嘛？严点，觉得观战不开。3.0元给你，但他说实话，他这层来说的话，对面大唐是不敢用剑的，他只能很少，是，对吧？然后11层建议，你看52回合才9层，嗯，因为你到后面啊，就地府的灵元看似7点8点的，就不需要他演这么多了。其实，这个五彩娃娃这味道就很诗情画意，骗自己，嗯，套中了，化身应该是不够。哦，够了，花生够了，就没盐。觉得就怕法地厅点大唐，不我也给拉宝宝，看见你拉宠，我也赶紧补一只。杀宠，而且杀关丹方刚拉出来的宠，觉得他是神马嘛？对，肯定得清他。对，那没想到他不是。不管你是那种力劈也好，神马也好，反正你新补出来，大唐新补出来的宝宝，要注意一下，肯定是要针对一下，对，要注意一下的。你神马，你拿物理速度，你全力力劈，威胁我辅助单位。那反正有罗的情况也是扛下来，但观战方这边接罗跟对战方接罗两个概念，两个概念，因为对战方没有法常规法器，是就观战接罗只能抵御地听，对，那你有罗我不拉，那你这个，哦呦。吓人，破血应该是有了吧，但他10000只加40应该没有，
看一下吧，不好说这个血。就单次造成伤害，愤怒值还是有上限的啊。你除非像谛听那种刮、啊、一直刮，那种愤怒是加的多的。对，控化身，这个不是想让他活血五号吗？九凡毕竟有这个二号宠在。而且也没有说女儿村水清去保，那也没有办法确定化身的出手，所以说稳一点就起个九凡，双毒毒到天地。啊！哦，那个被挂中了，被飘了，被飘中了，对，还163站起来了，有跟的，有跟的，是杀人的吧？讲道理啊，杀人的，杀人的，不是，他就2000多血，他复活起来就2000多血。嗯，肯定是全力。五号怎么说？哇，这不是亏中之亏，太亏了！哇，太亏了！哎，观战方这边也不给王良吗？哎，碧磊为什么不跟队长啊？刚可能试了一下，拍不太动。嗯，善恶呼他还是疼的。是。那观战不是一开一拉必出手，保证地府的出手就行。这个剑意叠的也太慢了，太慢了，9层54回合。对，他其实有3安利批的情况下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考虑一下，直接横扫？他这2层剑意不叠的话，你后面工作不好开展啊，对吧？真地府了，真地府，真地府，怕他点其他单位了。但是雪天气没中，2次没中，金刚护法我觉得过去了。他这种点拉直接可以扫点人，点死人。嗯，但是扫谁？化身？扫谁啊？还是地府？还是地府？根源解决问题。对，善恶给你清掉。干将3000开。有了，我觉得有了。是啊，右脚下也没罗汉。虽然说有针，但是毕竟雪天气，后面就没有人物单位了。他不能没拉吧？不可能，有拉有。哎，还有，还有的，应该有，瑶自己拉的。这么吓人吗？就玩这么极限，非得最后一个宝宝拉。是的。那点倒地府自己这边的话，确实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了。是的，对面碎玉化身，但其实这种时候观战方这边化身的作用不算特别大。对，虽然说神木是一个残血啊，但是对面地府已经没了，那地府没了的话，观战方这边的这个神木林残血残的就是了。那观战方这边再等一手，对面大唐的天地消失。这一手，要不直接哦？观战物理没速度，有速度的话可以直接扫大唐，这。不给你这11层剑意叠出来也行。他如果说对面11层剑意这把扫出来了啊，叠出来以后，其实观战方这边大唐后面就很危险了。对面地没地府啊？不，我就说嘛，地府起来了，观战方这边大唐就很危险了。嗯，我看一下对面地府，小鼠王这边看不到，主要没延过嘛。对，没延过就只要不延就下回合洗。当时寒针，然后真延了，真延了，然后七星咒。无魂傀儡是必给的，清心咒吗？不让丢。无字经，清心残珠，化身还有个清心咒啊，无字经啊，无魂傀儡过来吗？过去了，那好像起来了呀，地府。啊？复活不？没复活。这说实话，观战方这回亏麻了。嗯，真是亏麻了。观战方女儿村下回又得笑对面女儿，是，不然女儿慈航直接提，对，直接提了。西剑，亏麻了，真的是亏麻了，好不容易攒的，对，这攒了一个多小时啊。如果不笑脸，对战方直接慈航起来一把活血大唐，第11层剑一起来了，嗯。
但活是不是得活？哎，他其实明知道这回合对待方式极有可能扔他无魂的，为什么这回合点呢？是说呀，就说这回合点上我有点没看懂，因为这回合这个操作空间太大了。主要对面确实就一无魂一个，就两无魂一个，无资金是必给你的。没吃好，发问家再来，无魂还来，再中，那再中，那在这里啊，拉起化身，化身能吸。还是想小死亡底，是看见没有，这无魂呐、其实不重要了，只要对单方大唐，反正金钱也放出去了，但确实尸体单位暂时有点多，而且你那个灵元是，就是说人心是留不住的，人心留不住，你敢天地就给，就敢给你吃无间，是是是，人心留不住，还没爆，没爆没爆。好消息是观战方这边大唐把自行车踩出来了，是这回合还是可以无压力的，暂时这回合安全，他可以人拉，对面、对面可以人拉的，因为大唐这回合踩自行车，但你人拉没用，没人心，活个1400没意义，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拉地府，地府，地府挂小死亡给观战方这边的法系三件，对面三件再斩过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还得控一个化身，不然的话化身活起来。不不不，我觉得神木林这边的血好像不支持三天过来啊，飙到10000以上是必死的。关键神木林现在算他1200血嘛，对吧？一把活血不爆明光6000多、我的意思好像过来了，好像过来了。我在想这个慈航是怎么被他放出来的，关键方没管呀。哎，没过来，立纸人了，化身给把活血重新连人心呗。哎，这个磁行是怎么给他放出来的？哎，他活血没有直接活女儿村，活的一号宝宝，风铃火山。这把不活女儿村，我有点没看懂，你知道吗？不过还好吧，反正干了嘛，对吧？是，再拉起来喝。你对面化身式的那个地府的宠应该还多4个，但这风铃火山的意义又没了呀，是没了。这回合没活对面的女儿村，我有点没看懂。本来这一回合你慈航完卡个蓝药，然后下一回合风铃火山控观战方这边女儿村反点一个，对，他这回合活血女儿村倒了，一号宝宝 也不见了，是有点难受。但是话也说回来啊，他那手活血只有1400，也够啊，也够保女儿村啊，就神木林群一下，神木林群那一下，那1600还是1700啊，把女儿村群倒了。那确实，观战女儿也起盾，防止意外情况。对面武中人清风望月挂神木，刚刚尝试过的，一把扫加一个力劈，我觉得剑斩了吧？我觉得剑斩了，我觉得应该是剑斩了，剑斩了，三点剑。赌了，赌这一下10000了，9400，163斩出来了吧？没斩出，他那个二号虫还能跟一刀呀？必跟必跟必跟，神佑武器，倒了。我看一下啊，女儿村有灵元，还行，稳得住。那真，哎，等一下，对面女儿村会不会爬起来？起来争啊？对啊，会不会有这种操作？起来争了，女儿不就？这个操作能打出来，很秀哦。相思寒针直接震女儿，而且对战方武装怪没有操作空间，只能七星咒对面地府，对面的地府比观战方这边的那个快的，比观战方化身是快的，234，对，对面的只要对战方武装怪直接七星咒这里地府延过来了，5点灵元，什么概念？5点灵元，逆境吧，逼逆境呢，逼逆境，逆境吧，观战方这边直接逆境，这无魂没用吧？这无魂没用，对面两个吧，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无所谓的。就两个单位随便随便，谁给个金星咒就行。对，哇，哎，我说实话，这回合直接逆境还好一点，大唐直接换养护虫啊，那个逆境虫对吧？这回合直接逆境是逆得出来的。对啊，后面想再逆，对面就不好逆了。火源伞，再一会儿剑一叠好了，你就更别想逆了。是啊，两层，这两他这两个3点灵元剑的效果绝对比刚刚那个7剑帅多了，帅多了，效果打大多了。好像观战方这边开始有一点小小的压力了，还有12分钟，给的时间倒是还足够，足够，而且没有这个武神坛是没有那决胜时刻，没有决胜时刻的，来得及。
但就关键这边就单大堂了，威力就小很多了。他最亏的就是那回合七剑，明知道对面是很有可能扔他地府无魂不让他，他别人可能不是为了不是为了防挂，但是是防炎嘛，对吧？对，他这回合强行扔这个出去，感觉而且在对面化身寺没有人心的情况下，让对面女儿村一把慈航提两个。他对面是第一次看你笑不笑我，笑，对吧？那好，那我第二回合放试一下呗，结果放出来了。这个太夸张，我觉得就第二把那个慈航，多少给一把效力是吧？因为化身的舍利是明的呀。哎，观战方这边必须立啊，必须立啊，这给的时间是有，但也是在你逆境的前提下。而且哎，其实观战方这边挺好立的，速度衔接还挺好的。对面没速度了。先压倒你，压不倒，十一层剑意给压出来。十一层剑意先出来，出来了。那趁你大堂休息，赶紧你压。对，可以你了。这回合必你，不你五回合有点难受的，必须要你这回合。赶紧你压，女儿村为自己，赶紧你压。对面也没破逆境的手段，好像没有没有，这把逆势出来必出来。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大堂有没有立定冲？等一下，有没有？没立，没立，没立，没立。女儿的操作就不是立的操作，对吧？没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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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立。摄魂防扫，应该是挂队长了，应该是挂队长了。只能挂队长。孩子一个贴两个贴不够啊，说实话。第二回合直接人贴，第三个贴，对面女儿村直接人人贴的，人手动贴的，哇，好像贴住了呀，贴住了，四贴，没用没用，没用没用没用，头上还有个红灯，不是，我在想观战五壁垒是逆不了，逆不了逆不了，他得先换个血宠，对，他得先拉个血宠才能逆，对对对，五个宫宝宝，对。对面其实药也不舒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除了大堂以外啊，全是个位数，女儿五，地府五，化身三。但对面建议叠好了，有反点能力了呀。是是，一会儿不给你逆境机会了。是，我觉得这回要手动啊，头上有红的硬换，而且这个是有盾的，有两个盾，完了换到五号了，换了个寂寞。他是想把大行换死啊！渡劫金身怕小死亡反点，对面也不着急啊。哇，对面还有一个小四海，对面带了单数的小四海。这个时候能憋出来，好舒服呀！我是觉得刚刚他换宠的时候，我以为他换血宠，你知道吗？就是换血宠来强行逆境。对，我看一下神木林，六回合是吧？是六吧？四六四回合吗？那就是啊。但地府还有两点零元呢，还有两点啊。我看时间，不好说的，这延到死的。我算一下啊，四加四八回合，八回合好像能不能延不能延的，刚好吸起来了。而且现在对战方，如果小鼠王再挂中观战方这边的时候，点死一个，好像这个就逆的机会都没了。对对，他点死大堂也好，点死地府也好，都可以。逆的机会都没了，赶紧吧，血宠来吧！你的意思是还是要逆？这不逆怎么的？还是要硬逆？我觉得这硬逆的。主要是你血宠一换，对面也懂了呀。那对面有什么办法吗？大堂速度快，可以很少在你那个逆境拉出来之前。真地府帮关小鼠娃，金刚怒目传愤怒，罗汉不金青吧？传愤怒应该轻轻的啊，是罗汉没意义，没意义，因为法系倒了。是，但观战方这边这手青石起的也很关键。但观战方这边来说，大堂全场八速挺立塔，一尾渡江要抢这个物理速度，小鼠王看着一下，中了，中了五千，一万二，这也就不会建设，怎么说？怎么说？女儿是最后一只虫，观战方这边女儿是还最后一只虫，关键是两次回合你延不出来了，对吧？两点零元没了，没了，两点零元是不见了，
除非一二三四再来一次。就是无魂什么再过来一次。哦，拉地听他扫大堂了吧？对面那这么大，这么大很少给大堂了吧？七星罩，两只。他这种操作应该就是扫大堂了，扫观察方大堂了。没有，干将莫邪知道自己有速度了。扫也是下把扫吧？也有可能，对吧？扫也是下把扫。而且我觉得啊、哦，对面二号哦，二号是前面拉的。嗯，你觉得哪一个是真的？这不好觉得，就当他两只都是。这把扫大堂按防御也不对，按防御的话那就主动放弃了清对面摩地厅的这个机会。主要是对战方现在女儿村是被争着的，对，放不出来。那你其实灵元能加的也比较有限。他会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无魂观战方这边的化身或者大堂，哎，不化身吧，不让你给尺子。观战方这边用过珠子吗？用过很多。那好像尺子在谁那？那应该在地府这里。那地府得盐啊。地府没灵元了吧？当时盐掉了吧？嗯。那对战方女儿村这个干嘛呢？我不知道对方女儿能干啥了。水清一下那只不抗风的地听。他刚刚甩过金刚怒目，不一定有。他喝酒的金刚怒目。哦，那还行。嗯。出手了。出手了，你至少有一只出手了，但其实就是你出手了也没地府。对对，感觉也就这样。不，他第一次地听你还记得吗？那个中枢地听，嗯，搞挺多的，笑李啊，笑罗汉了。是，但是女儿接的。对面不会，难道说莫非三点零元加歪了啊？那该加到谁啊？好，哦，大堂有是吧？大堂有，啊、那无所谓，我看不到，还是想杀大堂。大堂没盾，不好说。有，我觉得有须弥的情况下，应该是倒了。一个不够。他还要大堂扫。他大堂扫，然后四号宝宝是全魔的，有没有可能性？嗯。大堂扫，这个是必死的。没哦，等一下，观察方四号什么宝宝？哇，这个时候没出连破，算观察方这边运气好。这个全魔的，应该是全魔的吧？没要秒宝宝才行，秒人没用。秒人没用，对，毕竟有罗汉，而且你也就一个真阳嘛。对，4800，这个观战方这边四号宝宝血本来就很少，不知道是什么宝宝。哦，两只宠还行，还行，能接受的，没死啊，关键是没死啊。嗯，而且这个对面的四号宝宝可以那个什么的，可以再秒一下。是，这宝宝名字就是快。空化身活血再没中，头上没灯啊。慢的。哎，神了，哦不，那个散了。哎呦，那他们只秒三也不一定能确定他是慢的。不是，我说一号散了，刚刚，嗯，主要是就是人死宠妃，哎呦，散爆，两个散爆，真的压力有点大的。这个散爆如果能守住这个大堂，很舒服的。是，关键神木林还起来了。哎，对面大堂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哎，关键大堂干啥了？没动。立顿。对面女儿村头上有花，怎么说？再来？啊？不会吧？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再封地厅吗？没必要。那有花是封谁？封化身四。关在一号可以直接开的呀。看一下对面女儿村怎么。哇，这么快，比女儿村快。给你说了就是快啊。女儿村换须弥，没加上血。有盾。有盾问题。盾都秒不穿。这回操作我有点没看懂，你知道吗？嗯，提气拉起来。也没手撕，观战方这边地听没了，先杀那个的孤魂命谱再延，是，不让你地府起了。我要看对面大堂的操作，剑斩观战方法系吗？这个其实建设到没建设到，一刀平砍拉地听，还是想守，还是闪爆，两个再闪，好人，真是好人啊。
还有两分钟时间。但是地府基本上已经确定起不来了，好像。啊，确定起不来了，不用管了。嗯，关键这地厅其实啊，也不用做太多贡献，嗯，把时间拉过去就行，对，拖一下是吧？嗯。而且确实，你地厅摆在脸上吧，对面的这个大堂啊就不敢动，至少不敢扫。你不敢扫的话，我的这个大堂是安全的。是。拖住了，就看这个一号有没有对战方的五号快，对吧？那肯定是拖住了，对面五号都出手过多少回了，对吧？对，他因为他对面五号的速度很快，嗯，在地厅里面，对吧？是，那关键只能出一只快中快，对，就是快。最后一分钟，女儿青石没有关键女啊，双青石，关键方大堂倒了呀，但是看怎么倒。没中，没中，还你一个，中了，没活血上来。其实活不活血上来，其实都不重要。这青石横扫是必倒的，对吧？必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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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倒。尺一下，还是给予尊重。观战方这边地厅怎么说？千万别扫一号啊！这不可能的吧？扫什么的吧？都可以，反正没小鼠王。对吧？他主要一号太快了。哇，他真没观战一号快。五号，五号挂中了。但是对面先出手啊。哦，没给敌吧？扫得出来。对，青石是一定扫得出来，身上有盾。不是，青石是一定扫。我知道，我就知道，我就说能扫出来就是有青石嘛。嗯。身上有盾。看扫谁了嘛？其实就是，如果是扫大堂就赚了嘛。扫大堂。扫女儿。他想建设的。那观战大堂可能能扫啊。一万四啊，建设怎么说？没建设到，神木林倒了，颠破没问题，我觉得死不了。真的吗？我觉得再贴一下真死不了。这血贴不住吧？这贴住了，一丝丝贴住了，一丝丝。神了，五号神了。这个五号神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伏笔啊？哎，没拉啊，没拉。一比一平，不是关键倒两个，关键倒两个，现在最后回合，最后回合有机会拉起来，主要对面那把连破了，就是快，配不上自己的女儿村，没有办法起来封印，对面大金加活血再扫的，大堂能再扫，对，关键缠珠台，对，关键方点的关键方这边女儿扫就完了，或者点的那个扫，金青没有没有没有，无所谓无所谓，不重要，主要快宝宝太多了，扫地府、啊、知道你这个点不会拉。而且血多，建设建设，没扫死啊！啊，还有一只，两只三恶，有两只三恶，三爆，还有最后一只三恶，三爆，三爆，两个三爆救了赵新建。